笑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啦！欢迎收看《综艺大集合》，幸福好人家终于上到了。今天的太阳非常大，对，难得录影好天气啊！哎，哇，观众们这么热情，大家好！所以呢，马上要送奖金给大家了，好不好？介绍一下，哎，来宾还要介绍吗？有人不知道，老面孔，老班底，马国斌还需要介绍吗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第一次来的嘛，没有。郭宗佑还需要介绍吗？不用了。杜欣妮还需要介绍吗？不用了。这边马红曼还需要介绍吗？不用了。赵孟还需要介绍吗？不用了。咪咪还需要介绍吗？不需要了。其实你都介绍了，介绍够了，介绍完了。既然都介绍完了，那来介绍一下桃园龙潭啦。好好介绍一下。龙潭这里呢，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大池，就像台北市的大湖公园一样，是，有一个很漂亮的吊桥，这边的人哈，钓鱼、散步、慢跑的好收宅啦。这边的人呢，运动细胞非常的发达，是，所以观众啊，拼奖金，马上先送奖金给大家。来，我们来个这个左左右右，怎么左左右右？那暖身一下。奖金，哎，奖金还有？不是啊，左左右的折返跑啊，折返跑。来，欢迎地主。哎呦，哎呦，来来来，看到在做甜美呢。还有两位小姐，三位哦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好，这位姐姐，等一下，啊，你们是老师啊？老师啊，哦，你们桃园市立的龙潭幼儿园啊，现在带小朋友不容易啊，哈，辛苦哎，很有责任心，常常出来，尤其户外教学，走掉一个都不行，真的，每一个人都要看幼儿园的，对，老师贵姓？我姓胡，古月胡。哎呀，同姓的，同姓的，你好啊！你当幼教老师多久了？哦，十几年了。十几年了，三位都老师。对。你贵姓？贵姓？姓于，于天的于。哦，于。于天的，那你贵姓？哦，我是左姓傅。你也是老师？不是，我是阿姨。啊，厨房阿姨。对啊，然后三位女生呢？我们要挑战折返跑。那我们应该要挑战谁呢？我们就三个女生啊。啊。那个杜新田了，杜新田一个，哎，身材差不多，赵孟之啊，孟之啊，孟之啊，孟之很强哎，孟之很强啊，不行啊，不行，谢欣啊，谢欣哥，那谢欣嘛，谢欣跟 Vivi 啊，啊 Vivi 三个跑起来可能比较不太能赢你们，好，我们的折返跑呢，怎么比怎么比，跑到最后一个呢，到那边秒数到，三个一定会最后一个嘛，跨过线，把锥子放过去，从这边开始跑过去，拿一个锥子呢，四个完成，最后一个。三个一起跑嘛，做一个道线，秒数到，好，秒数短的呢，马上有3000块那一组，了解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们先跑来，请就位，来加油，老师不要跌倒啊，好好完成它，来为老师加油，一二三。25秒，25秒，很快耶，累不累？累，好累啊！平常没有在运动，对不对？折返跑最难的就是急刹急停，对对对，这个非常难，所以启动起来又更难。真的，25秒，老师没有在运动，太好了啊！老师够晕了，把它抖晕了，够晕了啊！怎么就拜个？我们一人其实好，董哥其实你很厉害，你看他们现在喘的都不能讲话，可是你每次跑完还可以这样，还要讲，坚持要讲很多，还要讲，那应该派你下去跟他们比啊！牛啊，黑姑啊！来，25秒，我们女生就位。任何比赛都要认真哦，不要因为他们老师就不想赢他啊！对，预备，加油！好，组来了啊，我们是新杰、谢谢加油！加油！还有三个一样快，哎，三个一样快，三个一样快，啊，好有默契的感觉啊，好好玩哦！哇，谢谢谢谢，很平均哦，哇，谢谢的运动也才，谢谢不是两点吗？杜新杰也赶上来了。杜新田还不错，新田很厉害哎。
里面线性还是有在练的啊，但是你们差都是零点几秒而已，差一点点啊，应该是我算一下，应该是20秒上下，应该是一人主赢哦。那刚才那个25嘛，幼儿园了，来来来，你们是几秒？他们25秒，25秒，我在讲，你看已经拿礼物，没有看秒数，打礼物，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哎，几秒？23秒，差2秒啊，哎。跑步里面2秒差很远的，差2秒很远。这个2秒可能包已经到那边了，对对不对？来，谢谢。来，齐三的香蕉酥送给你们。我们也要跟我们年纪大的长辈互动。今天这么多长辈在现场，你们不觉得吗？真的吗？两位要亲自下马。这我已经看到一个了，我来单挑他好了，好不好？哪一点？哪一点？就他了，好不好？你好。好，你好。贵姓？姓许。姓许啊，啊。这个一看就是以前跑100米的吧？运动员，运动员。我看也是啊，开拖，开拖车，开拖车速度多快？你看。哪里快？哪里快？而已，他也没有动啊。对，以前有跑步吗？没有。你原住民对不对？对对。体力多好，原住民。哦，那体力好倒是。你应该让我了吧？要不要单挑了啊？对，单挑跑的啊。这个脊椎不行。脊椎不行。哦，那就没人啦。怎么没人呢？还有其他人？有谁吗？大哥啊，大哥你要玩了？你要玩了？你要玩了？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，你贵姓？姓苏。姓苏啊？退休的吧？退休了。以前做军工教的吧？没有。还铁路局。电子方面，电子方面，哇，那现在金花车那种了，喂，别乱讲，现在还在运动吗？有啊，有在运动，哦，所以来参加这个，对，60几岁，那我们要让他70岁了，什么？70岁了，你才大他2岁，喂，喂，真的吗？没有了，高兴一下，几岁？87，87，不行啊，真的好吗？不行啊，70都80，对，怎么？价价都快200了，第一名呢？啊？跑第一名，你跑第一名，那你几岁？我65。65，最年轻的。65，70、80，一赔，哎，大顺啊，6、7、8，那就顺。那我们怎么跟他比？我们派谁呢？没有，你如果你们，我说句公道话，那怎么比？如果你们两个真的要比的话哦，你们应该比如说多跑一 round， 再比如说多放一个锥子。他们拿掉一个锥子，哦，他们拿掉一个也可以，4个锥，他们3个锥，哦，这样倒是这样吗？这样会不会还是很欺负啊？跟他比哦，跟他，哎，跟他，你想要跟他对不对？他挑他，那就对了。他挑你说你不用让，就挂不掉没有？没关系啊，我们年龄事实上应该让一个锥是可以，让一个锥，让一个锥。可是他们两个男的，我们两个还差一个女的。孟子，你谢欣啊，你点谢欣啊，没给我。你刚刚没看他跑最快吗？最快了，来。我们就3个被点名了，3个，1、2、3，好，对，福禄寿，哎，福禄寿在这里吧，对，福禄寿嘛，好好好，来请就位，我们让他一个，让他一个追，你们跑3追，我们跑4追，好，来 ，OK 啊，分工时间是吧？对，算时间，算时间了，不然是就位就位就位，分工平吧，分工平吧，优胜的有3000块啊，你们跑3追，我们跑4追啊哈，你们不要摔跤，加油，不要摔跤，保护安全啊，安全座，叶山木头人，叶山木头人，喂。好，比赛开始啦！我们看到啊，60几岁、70几岁的阿公阿嬷一起来跟我玩这个游戏啦。那果然没错，60几岁的阿姨呢跑得比较快。对，但是这位80几岁的跑得比70几岁还快耶，对不对？累不累？你平常啊，退休生活就应该多运动，对对，接受阳光，是的，哎，早点睡觉，早点起床，作息身体才会好，对不对？哇，你还不喘呢，你都不喘呢，你平常做什么运动？爬山，爬山啊，爬山又跳舞，跳什么舞？国标吗？国标舞，国标舞，你会跳国标？跳国标，杜新年也会跳，不是吗？你跳哪种国标？哪一种？什么叫如果也恰恰恰恰？恰恰呀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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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哎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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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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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苏瑶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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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好啊，好啊，神体同步哦，身体很好，好玩的还可以跳舞呢，不错不错，你应该不要学国标，以这种身手学一些地板动作 breaking 的，会打死人，几秒几秒，26秒02，你看，26秒。
他也不过输刚刚的前面的女老师一秒而已。哎，那差不多哎，三追四追，三追，所以这个差不多，我们跑起来大概20秒左右。那很接近，20秒，我们20，我们跑20秒了，我们是四追哦，我们是四个追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好了，我们要就位努力就好了，来来就位就位，来加油了，瓜哥，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各就各位了。董哥加油，抓你一定是你的了啊。准备，左右折返跑。董哥有跟上哎，董哥跟上了。瓜哥，怎么没有赢董哥赢很多？哎，瓜哥没有赢很多哎，但谢欣是年轻，瓜哥竟然跑出董哥。哇塞！臭屁啊，臭屁！怎么办？但是你可以讲话，你可以吗？我真的话讲，好帅，不错哦，董哥现在进步了。真的哎，因为你有在练习嘛？对对对，你没有哎。对，你觉得我们会赢吗？你觉得你们赢还是瓜哥赢？我们赢哦。他26嘛，26.02，26.06。我猜我们大概。你们好像也差不多哦，24，24，24，27啊，25，24啊，很接近啊，来我们几秒，24.28，厉不厉害？好准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可是你们还是跑得很棒的啦啊，对，谢谢，谢谢，按姿势哈，来我们这个肉松菜，羊肉松送给你们。60、70、80的阿公阿嬷这样跑实在是很猛哎，不过我发现龙潭这边的长辈个个身强体健，能跑能跳的实在是好厉害哦。哎，龙潭其实好地方啊，是你们都不知道，龙潭的花生糖是很好的啊，有的，每次还有豆，交流豆就可以看到，还有豆干，对对对，还有什么好吃呢？宪兵连的重机车部队，大家好，谢谢，八股，谢谢，你好，谢谢，可以骑走了哈，好久不见嘞，谢谢，哇，不是，那台车不是你骑的，那是我的专车啊，这样，大家好，我是石神，好久不见了。算一算，一年多了。到底在忙什么啊？这一年呢，我骑着我的摩托车，在全省各地呢，全台湾各地每个角落都寻找最好的食材，最道地台湾的最美的食材，来做最好的料理。台湾的好食材拿出去比赛啊，只要花点功夫，因为台湾食材太珍贵了，所以在世界大放光芒。对，真的，食神都没有变的，那个嘴巴真厉害，真会讲啊。哪里？对啊，什么叫会讲？我会讲。我特地来看你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？为什么？可能刚好经过吧。我要讲，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冬至，你们都忘了。哎呦。今天是冬至啊！你要录哎，对，我们今天录影，今天好像是冬至啊。这为什么叫冬至呢？各位知道吗？冬至就冬天将至，冬天将至，冬天将至。他讲也没错，冬至就是一天里面白天最短，晚上比较长。今天白天最短的。对，冬至呢一定要吃汤圆，为什么要吃汤圆？知道吗？为什么要吃汤圆？典故呢？那就是有吃汤圆可以长智慧啊！今年我带来得奖的厨艺啊。哦，什么奖？什么？能跟我们分享吗？我特别下厨获得大奖了，全世界冠军的。哇，那一定。是美味，国际大奖哦，第一名哦，对对对，什么大奖？各位不嫌弃，跟我去，我厨房在。怎么会嫌弃呢？可以享受的，哎，这就是我的冠军料理啦！走遍世界，终于扬名国际啊！就是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这不是汤圆吗？董哥，你紧张呀？这个多难！汤圆有。那你喂！哎，我食神呢，世界大赛冠军，你把我当做猪槽啊？啊？习惯了，我吃。什么叫习惯？我还没介绍你就拿来吃，你这么自动自发？不是，你等他长智慧啊！你现在没有长智慧啊！我还没解释清楚你就吃了，对，这多珍贵啊！这珍贵吗？这是我全世界比赛获得大赏冠军，就是这个啊！这就是汤圆而已呀！
你是什么态度？你对食材不尊敬，对大自然不尊敬，你对我们餐饮就不对，你侮辱我就是侮辱我们的千千万万个厨师啊！煮汤圆有什么不对呢？不是啊，煮汤圆有什么不对？是对，这家家户户都在煮。我这次就是因为参加全世界煮汤圆大赛比赛的冠军啊！啊，全世界还有汤圆比赛，这个比什么？煮汤圆有多难？你们常常煮水饺、煮汤圆，不是煮的破破烂烂，这是皮熟肉不熟的。比赛我煮100颗，1颗都没有破。哇，对，5颗都没有破，这很难。对，第二名的破2颗，我才能获得全世界大赛的冠军。1颗都没有破，1颗都没破，而且外面要熟，里面更香脆，还有汤汁流出来，这个多难！这是我带来世界冠军厨艺。冬至一定要吃汤圆。好，不是你呀，师承师承，那你讲这个 OK， 我们认同汤圆有比赛，那他先吃有什么不对吗？当然不对啦，我们的节目是服务乡亲，排队呢嗷嗷待哺的老人家那么多，你不先为不为我们老人家冬至，你自己那边搞搞搞搞什么搞？好，来来来，讲冬至讲汤圆哈，好好。哎呦，假底有没有假牙？啊，有，要小心哦。哦，你嘴圆圆满满。哦，对对对，哎呦。来来来来来，阿妈你好，阿妈你好，这我煮的啦，有世界冠军的啦哈，呱呱叫，呱呱叫，对对对，你吃起来吧啊，呱呱叫，呱呱叫啦，慢慢来吃哈，哦，哎呦，有注释了哈，哦，对对，好吃哦，好吃，哇，足温暖的了，哎，对，来这条来吃一条哈，来，多吃几条，第一名嘞，第一名嘞，第一名，第一名啊，世界冠军的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这样了，这样了哈。行行行，哇，你看这样很温暖吧？好，对了，给大家介绍介绍。汤圆送到他们手上，一一排队，每个人都吃到。冬至才有应景的这个节日嘛。是是是，在古代哦，其实，在冬至吃汤圆好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。对，大家是趁这个时候来团圆的。有点围炉的感觉。对啊，这样是不是圆圆满满？对。哎呀，黑叉，拜拜。哎，是香蕉。开了，开了。你看，是不是香蕉？有一个物件，汤圆来得吃了吃物件，哎，师长你嘛帮帮忙哦，世界冠军呢，没有不干净吗？困到你怎么办？万一因为我知道你们节目啊是跟观众互动，所以我昨天包到半夜的，里面有塞这个铜板，里面有号码嘛，啊，吃这个汤圆里面可能会咬出一个铜板，像这个呢就可以获得1000块奖金，哇，加油哟，好，还好，啊，对，这个还有，对对对，你还好没咬到牙齿。一就是1000块嘛，就这么简单。太好了！谢谢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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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圆圆满满了哈。后面还有嘞，吃吃看看有没有。恭喜恭喜！还有，哇！恭喜恭喜！所以吃到一就1000块奖金，对对对，是二了，那2000块啊。是是是，但其他没吃到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我也准备了，帮你们准备了。我们也有吗？里面会有号码哈。啊，真的吗？谢谢。那我们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，可以吃。里面都有包东西啊，来来来来来。这个呢，也是因为呢，我一份心意啊，因为大家呢平常这么辛苦啊，吃完呢，我们等于说一提早过尾牙啦。我还准备了一些奖项呢，送给大家呢哈。老师，你当尾牙了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他们都很辛苦啊，所以我想提早先过尾牙，送点礼物。哎，有咬到东西。啊！哎有哎！哎，四号啊，事事如意啊，四千啊啊，还有四的啊，你呢？我的七啊，你的五啊，我是五，哎呦，还有五的，5000，你是吧？9000，哇，我9000，什么9000啊？9000是我，我才是9000，你6了，好不好？你哎哎哎，那个画线，好画线是在下面，对啦，你不会看啦，9000。抽到1号1000而已，1000了，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董哥你的呢？啊，你的呢？你的？我那颗你有放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，你懂啊？懂五啊？那我不加酒呢，你吞了呀？你不加？吞了呀？你不加？不加？哎，要讲这个，你这个吞了，很大颗，吞没感觉啊？哎呦，太夸张了！那你要吃一颗好了，再吃一口。要咬哦，要咬，要咬，要咬。好了，来，这个桌子先抬走了，各位先。哦，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兑奖来，兑奖啊！等一下，你是？我就抽到1号啊。你们说什么？1号是多少钱啊？一号就不是1000吗？刚给阿姨了啊。1000。2号是？2号的2000啊。3号多少？3万。3万。4号呢？4000。不是这样玩的，那我都破产了。啊？你那么久没出现，你不是要奖金拿？没有嘛。刚刚那个。
一就是1000啊！你看我准备多少礼物了？大集合也要很辛苦，冬至也要过冬至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是提前办尾牙的，对啊，这里有 iPhone 7，有 iPad。还有那个精美的化妆品，现金，还有液晶电视，还有东京来回机票。这里会有液晶电视，液晶电视你怎么报？这只报了些遥控器吧？有兑换券吗？谁要把电视搬在这里啊？你这个气坏了！娘娘，他这么不相信我，我们先揭晓二号了啊！二号看什么奖好了？二号是谁？我。好，来二号了。价值3000，3000，3万哦！价值三万，精美化妆品。相信了吗？哇，真的不错哎！哎，抽了20，价值需要大厂牌的，你看上面啊，哇，还有它的标章哎，对呀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标章就是在化妆品的网站上面评选，只要有这个标章的东西都是很好的。哎，那是好货了。你为什么说莫非你是模特吗？哦，不是啊。哦，他就是造梦之模特。对对，恭喜恭喜，这价值3000。恭喜啊，大家再鼓励一下，再鼓励一下，需要怎么样？5月30号，对，5月30号 ，OK 啊，现在才1、2月啊，5月30还没到嘛，这还可以用啊。哎，可是啊，是2016年哎。啊？什么东西？2017了。他写的20，年份不重要啊，月期5月比较重要啊。什么年份不重要？这个过期啊。过期的东西。2016年5月。你问他有没有用过过期的？是有啦，啊，那你还啰嗦什么呢？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拿过期的出来？你怎么拿过期的？不是啊，因为我家用不掉的，我拿。他看错了，这个2017年的啦，哈。林大哥，嗯，哎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白姐，8号，啊，8号，8号，那还没轮到吧？等一下，那我先开几号？1号了，我要开1号了。来，1号可以获得，奖金1000块。千块奖金啊，对不对？好快！翔哥，这不错，比那个过期的好。比过期的好哎！食神，你看对不对？谢谢。什么叫过期啊？那个也很好用啊，那个过期。对，现金价，这是真的现金价，真的现金啊！好开心哦！好棒，好棒！对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接着后排领奴呢，哪里假的归猴的归猴啊嘛，好来，接下来颁那3号是谁？3号什么奖？我看一下。幸运当头，哇！幸运当头，哎，幸运当头是不好，是什么？今年要大发，你出片吗？对，出片。耶！2017年了，不红也难。你坐在这边，我们大家给你祝福，来，请坐好了。哇，是什么大礼啊？你坐好，来来，你我可以帮你拿，没关系哦。哎，我来选了，等一下哦。啊，让我们大声齐声的跟杜新年讲，幸运当头。没有，我要问他感觉，鸿运当头是这样，当年我被鸿运当头是这个头会胀胀，对不对？对，心情会不好，对不对？那就快来了，快来了，好运快来了，恭喜恭喜，鸿运当头，好棒哦！这个要恭喜，不恭喜干嘛？这边砸的，抽了3号被砸的，还要恭喜？你就是嫉妒人家嘛？我没有嫉妒人家，鸿运当头，好了，恭喜恭喜，对，想要可以啊，行，不要，我是抽到，我已经拿奖了，你还敢兑奖啊？也有领到1000块奖金，现金哎，也有奖金的，4号有做液晶电视啊，液晶电视啊，4号的iPhone 有在里面，4号到底可以获得什么 iPhone 7呢？哎，因为 iPhone 7，还有金啊，金手表，金手表，金表，戒指，我跟你讲，金手链，哇，金子1两，哇，下金，这个金价还不错，恭喜啊，美拜啊，金吉传奇。金吉传奇是什么？金吉传奇，这是什么金块？啊，就是要找一个美丽的女生，然后嘴巴对嘴巴的话，哇，这么好！然后完成有3000块奖金。哦，完成有3000块。对，不错。对，美丽的女生。对，美丽女生呢？但是必须要3个嘛，我看看第5号是谁？5号是谁？我谢欣。哇，啊，两个金吉传奇，找得到。对，不要。哎，这个都带是美女啊。对，不是你俩。不是你俩的，你是什么台？人家没嫌你就好了。我也不嫌。我有奖3000块奖金，3000块，忍耐一下。对，但是要跟观众互动。对，要找有非常特色的观众。我找一位那个观众朋友啊。
啊，这位妈妈，哪里呀？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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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位妈妈好漂亮哦，王子，王，王子，对的，我找你找好久。公主，你跟我以前见到的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要做噩梦。OK， 来金桔给我，金桔给我，来来来来，就是呢，30秒要传10颗啊，就有奖。30颗不可能有10颗啊，3000块，3000块，你不能吗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人中会那么短呢？我的人中太短了啦，你人中好短啊。好了，30秒传，传怎样？30秒，你们1颗1000呐，好不好？30秒1颗1000，这样好，来来来，请就位。好，个公主叫什么名字啊？她叫赵乃馨。赵乃馨啊，赵乃馨。那你都要传30秒，我们1颗1000呢。好的。那加油了哈。好，加油了。来，预备。妈妈加油吧。好。荆棘。荆棘传情啊！这个。什么事？你要亲多久啊，毕哥？你要放弃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暂停，暂停，这个太油了。没关系，太油，太油。怎么精油不擦干净呢？没关系，你怀孕我负责。啊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要认真，你应该认真啊！你要公主多认真，你都不认真，对啊，因为我已经开始觉得我们两个呼吸有点急促了，心跳在加速，根本就知道你在急促。这样好了，看这位呢，观众玩得这么认真，我们延长1分钟好了。好，1分钟，预备，好，来了，荆棘传情啊！传情，可以说是我们十全星级组为各位准备的大礼啊！传情啊！好，加油！加起来哦！好，谢谢这边了，顶住，顶住了，顶起来，顶起来！哎呦，两个人也在传送你的荆棘，谢谢各位。严重，严重，加起来哦！加油！1000吗？有1000吗？1000吗？对，我们还没，还没，没，好，站起，OK。公主的人中很厉害了啊！你没有翘起来，今天我们来宾比较慢一点，没有翘。看到公主眼睛已经闭起来，对。毕哥完全完了，啊，这一颗算了，6、5，翘起来，翘起来啊，人中，1，不要掉，各位，亲下去了，哎，还算，还算，还算。你要倒这样，倒这样，倒这样。谢谢你要我破，可以。毕哥，给他，你给他。细心认不认真？真的，真的啦。所以你刚刚啊，坐在前面还嫌人家，你要跟他道歉。谢欣，对不起你。对，抽到头奖哎！妈妈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经验很丰富。这经验丰富了。我刚刚怎么会在一堆毛发里面找那颗金桔啊？夹2颗就要颁奖了。哇！2000块。哇！啊，恭喜！你要谢谢他们帮你服务了啊。对。他们很开心的，我们也对啊，是我们抽到5，你们抽到5号，对啊，5号不是吗？对啊，12号，奖金他怎么拿走啊？我们嘞？啊，没有啊，我们这个节目不是送幸福给大家吗？是，这节目送幸福有错，可是我们现在是年终尾牙抽奖，不是有红包吗？谢谢公主，这是你办的年终尾牙，不是我办的吗？对啊。谁办的？啊，你搬错了，你看对吗？那你给人家不可能就给他拿回来吧。是，那这一趟就花4000了。那是你的事情。啊，谢谢谢谢思成。恭喜恭喜了。好了好了，没有，办在这里了。没有6号，这样的你花。没有，是不是6号？连着尾牙后面6、7、8、9哎，后面6、7、8、9，哎，不能这个样子，还有天还是亮着啦。太阳下山。没，还没，6号。他怎么样子很像耗子啊？没有，这个6号怎样？6号就6号。年终尾牙抽奖6号，后面7、8、9啊。好，来6号了。继续。好，谢谢。没有，行了。6号。
好烦哦。爱的抱抱，爱的抱抱，找红衣女孩是什么？跟女什么意思啊？跟女孩抱抱一样啦，就跟现场互动嘛。哦，你找个红衣女孩呢，看一分钟啊，三抱抱，能气球做得到几个？红衣女孩，红衣女孩这种吗？不是啊，他已经玩过了。爱的抱抱就是你坐在那边，那女生跑过来给你抱抱，找个年轻漂亮，当然找年轻的，找年轻的，就你女孩，就你了，来来来，哇塞，来，哇，你好你好，对吗？哎，坐对面，来三十秒，等，时辰我刚看错，我这个是高红哦，台中有厉害老狐狸来的，喂喂喂。卖 gay 啊！刚刚我说要结束，是你不放过我，现在你我叫你还要后悔？不是，刚刚不是你那什么表情？没有没有，你先见观众哦。没有观众，好，觉得不好吗？得罪观众哦，跟观众同了这样。来，先试一颗，不行也不行了，来先试一颗看看，来，来先试一颗，试一颗，用得了，来预备。怎么样？好，来开始。全部坐上去啊！你要全部坐上去。你坐上去，好棒！来预备，好，正式来啊！三十秒啊！三十秒时间了，三十秒，给大家讲清楚。来，放上去，放松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解体了，解体了，哎，坏掉了，七颗，七颗，对不对？七颗，七颗，七千啊！七颗，七颗，相公七千，啊，不一颗一千的，相公也是一颗一千的，有游戏按照上面写的，因为注意看那写的，上面没写啊，一女孩，红女孩，丢啊丢啊，不是旁边有字啊，哪里？旁边有字，你看呀。八颗才有奖金，这就把它写好了。你怎么写那么小啊？这居然这样子啊！这椅子都这样，你这样子，他这样子，这样子嘞。你让他讲怎样子？我跟你讲，你有话讲吗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呢？我那时候就我是觉得说，还是多少要一些会比较好啦。多少要一些啦？多少要一些？可是游戏就是这样，八颗才有奖金，不是吗？你怎么办？刚没有看，刚刚真的没办法了。对，你看，他说，真的没办法，真没办法，真没办法。好了好了，那再一次好了。不要不要，啊，算了啦，那优先奖金组了。好了来了，算了，不要，颁奖，我们就给来宾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有一千块了，谢谢你哦，辛苦哦。来，一千块。好，谢优神，你又看清楚。你写大一点嘛！不是，你们撕开都不注意看细节都不注意看，你们常常看事情都不看细节。我明明撕开就写了这个，你们都不看呢？阅读清楚啊！对啊，这椅子一接一张一千二，你还差我们一千一啊？对，阿姆罗哥给你冷吧？对对对，等一下，我们队长要开心嘛，好不好？要开心一点。谢谢。下一位啊！我们按照规矩来，那这红衣女孩有，我现场又不是找好的，对人家那个我是七号，七号换到了，换到了，来来来，七号是吧？哎，现在大字小字都看清楚了，哎呀，没有字了，没有字了，哎，那没有字是怎样？找黑衣男孩，黑衣男孩，没有一样啊，他刚刚七颗有钱就是七颗有钱就好了 ，Vivi 来什么？来准备，来七颗才有钱的哈。那个黑衣的七个，好来，来揪给我揪，会跳吗？要不试跳一下，来一下啊。那怎么会你做？不是这不能，你这个年纪叫男人了，你不是啊？这穿黑的，谁有比我更黑嘛？你说不是，你不能主持人呐。哎，这个活动是我办的啊，你没那么计较。你办，快点，不要跟我说了。我们下面有没有？七颗才有钱哦！好了，三十秒。等一下，我帽子先拿开。七十秒。为什么帽子要拿起来？好热。好热。来一遍。好，准备。来，抱抱。好来，李敏，给你哦，这是你的奖金哦。对，这样。哎，中。给你，一颗，进来啦。你不能抢啊！哎呀，没做到，回去。不要放掉，哎。没有奖金啊，用力啦！你没有奖金啊。
你会不会做啦？你要用力啦！用力，你使用。这比烂的，好烂哦！用力，我这导演在旁边看我有这么烂的，他不敢做，他完全不敢做，完全不敢。时间到，完全不敢做。有没有用力在跳？是不是？他都没有用力做，所以你手他都不敢做啊。对啊，哎呀，而且你的手根本不会痛，你在那边甩什么？不会痛啊，坐到这里了。哦，他才做两颗哎，对，好烂哎，真的很烂，要补完七颗，补完七颗。什么？不要补完七颗，你女孩来补好啊。那就没奖金了，我也没奖金啊。你当然没有啊，没有，你不是你这个阶段你不是赚奖金的，你是赚感觉的，你懂吗？这样讲好像我觉得这活动是我办的，我知道，你说原来对的，感觉是答应好的，时间也晚了，刚刚好，后面还有好几关呢。发，懂了，包到底什么样的奖品呢？我跟你讲，发吃太阳饼，吃太阳饼，奖金5000元呢。赚到了，抽牌礼物呢，然后就抽到8号啊。过年边啊，哎呀，下蛊，抢了，抢了，算了吧，你不要开心的太早。吃太阳饼奖金5000，他前面这样弄你还不懂吗？这太阳饼一定是这么大一片，你吃不完的。对，他弄你了，脱零了。按照他的逻辑，他没有那个成本去做这么大的。按照他的逻辑，一定有问题。我是那种，要不然就叫披萨来吞掉了。我是那种人吗？送奖金，你是那种人啊？我送奖金都很干脆的，你看，就这个太阳饼了。真的太阳饼，对，正常。这个名店的，我特别买的。石神这个人啊，讲话算话，对，个人有诚信。如果你真的害怕，我吃一个给你看。啊，不用，你看你要挑哪一个给我吃都没关系。你敢吃对不对？对啊，你不要说我害你啊，说我特制的。这就是一般的太阳饼嘛，你猜不了，不要说我害你嘛。哦，这密封包装的应该没有问题啊，是真的。对呀，这个太阳饼，好好的太阳饼，还会掉。不会哦，真的是正常的哎，会吗？真的，对啊，想说里面会包什么东西？是真的太阳饼，好香啊，香啊！那吃太阳饼就奖金5000，你就赢了，他根本是头奖了吧？发红包我就直接准备好了，董哥。那有这个有限，请问有限时间吗？对对对，时间，没有时间，就吃完就有5000了。没有限制时间，限时间，来赶快吧，来头奖嘛，现金奖。虽然没有时间，现在尽量把它吃完，不要吞，不要狼吞虎咽。哇，怎么那么好？太阳饼我不会害它，里面什么瓦萨米，我不是那种人，这是纯纯正正好吃的太阳饼。刚刚才打开的，请你珍惜食材。有吃有喝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清干净的，好好，清清楚楚啊，来，好，预备，好，不客气啊，预备。奖的太阳饼，奖的果汁，这是最大奖，而且还没有。谢谢，董哥已经吃完太阳饼了，这个挑战是失败的了。那你失败，吃完了一个番茄，吃完就有了。你卖完了我的假料。对对对，现场评个理。等一下，你看吃完就拿5000块。等一下，吃太阳饼奖金5000。等一下，你看你掉半个太阳饼出来，你不尊重食材，这是没有成功的。啊，这刚没有啊，那掉，谁吃烧饼会不掉芝麻？那你谁吃太阳饼会不掉？等一下，你有没有看清楚挑战？有啊，吃太阳饼奖金5000元啊！你后面有没有撕掉啊？后面，你放在后面了，不能掉屑，看到没有？不能掉屑，对啊，不能掉。我跟你拼了！你看你掉多少？这个叫尊重食材吗？不可能，这一点都不尊重食材。吃太阳饼怎么可能不掉屑？我吃就不会掉屑啊！你嘴巴都是屑，还不掉屑？所以我没有掉，我就含在嘴巴。不是你这是强人所难嘛？啊！谁能吃太阳饼不掉屑的？你们吃太阳饼会掉屑吗？会啊！你们会吗？一定会啊！你刚拿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。但是你也不能掉3片以上，你掉了十几片啊。所以呢，你这个是机会啊。但是你不能限任何方法哦，
不能掉线。我有方法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当然5000块就给你了。怎么可能？要讲清楚嘛，来。对对对对。要清干净，来看笔，拿这样笔来。清清楚楚，我不要说它一片都不掉，我给它扣打这样5片血好了。好，掉5片血以内啊，它就算挑战成功。5000块。我为什么要挑战这个？大家都说强人所难，那你们晒太阳饼为什么要浪费食材？他开始了。对，太阳饼会掉，你们也要把它吃干净嘛，对不对？掉片了。你还要挑战什么呢？不对，你说有3个扩大嘛？对啊，我现在重新来嘛。好 ，OK。不是，我是食神，我希望大家吃东西要尊重食材，对不对？来，预备。来，那个我的水呢？我没有限你时间哦。好，来，好，你不要再掉3片以上了，5片了。好了哈，你要干嘛？他淋水啊！哎呦，聪明哦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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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不好意思。30个。哎，你算这一招算蛮聪明的。有掉了，但是没有掉到5片了。说实在，2片。没有，地上在他嘴巴旁边还有好几。这里就5片呢。不夸张。等等，如果你要不要再挑战一次？如果有人嘴巴比我还大的，你就把拳头吞进去了，不来挑战。董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准备了一盒，你还可以试其他的方法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一盒。哎，好好笑。不是啊，这样吃会胖死。好嘞，所以注意一下，翻题目要看清楚，吃太阳饼奖金5000，但是不能掉屑的啊。哎，那你不错，你整个年终的就是犒赏，就是2片太阳饼。算不错，我记得还有一个大奖，对嘛？最后一个压轴嘛，总是压轴嘛。郭忠，你抽到9号，对，一切都是命啊。他在节目最认真，大奖应该给他拿了。对啦，他玩的游戏最多了，95000。1000而已。我就说有一个大奖嘛，真的哎，太爽了吧！9、10个10000块奖金，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。对，新人，哇，这新人今年收获良多啊！1万块准备怎么用呢？10000块，先请大家吃个饭。好，请大家吃个饭。啊，你赚钱那么辛苦，请大家吃。对啊，你自己存钱，存钱都很照顾。吃这少吃啊，3000块一定够嘛？可以了，就请你这好朋友吃吃饭也对了，过个好年嘛，对不对？10000块。1万分的感激，还是1万分的感谢，你下回啦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谢谢。对，这也是什么游戏？这一集是什么游戏？万分感谢。对他对节目的付出，我们10000分的感谢他。不是啊，就这样。这个也是当奖品吗？没有了，这个不是1万元吗？这种感谢总比没感谢好嘛，对不对？哇，今天是辛苦就一个1万分感谢。大家不要打坏今天冬至大家的好情绪啊。1万分出来干嘛？我们大家好像冬至白天是非常短的啊，我还要赶车。不是，我有表示我带红包啊！我想这个红包今年发布出去很遗憾，明年的来年见，我明年冬至再见了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你明年不要再来了，谢谢。得到安慰奖了，没有了啊？那没有礼物了啊？有吗？还有礼物？哎，对哦，礼物了，啊，好，不错哦，哎，还这，对啊，至少没拿，先没拿，啊，至少要礼物了，好了好了，但是他这样子弄，我们也不欢迎了，明年不要让他进来了啦，欢迎不欢迎？10万块10年都发不完了，哎呀，什么太原饼？OK 啊，什么吃这么？还不能掉血的，算了算了，不要气了，我们服务观众为主了，来啊，哎，继续送幸福了。哎呀，刚刚接到观众的call in电话，希望不要再邀请这位假食神呐、啊，因为他每次来都只会说要送奖金，结果只剩下10000分的感谢哦，可怜的中佑啊！还好现场观众有吃到好吃的汤圆，董哥也吃太阳饼吃到饱。哎，老鹰抓小鸡，这个非常受欢迎的单元啊。今天对手非常强啊！哦，在还没介绍对手之前，我们先介绍我们的里长。里长你好，你好，凌云你的里
灵魂力啦哈。桃园市龙潭区啊，是这个彭几块啊？彭李林，三个都是姓哎。哎呀，姓彭，姓彭的娶的姓像姓李的，姓李的生的姓林的。喂，怎么可能？没有这样吧？不，这个什么三个都是姓氏啊？哎，他阿公嘛，阿公嘛，阿公嘛，那故事就是三个，姓周白啊。哦，姓周白。现在是姓彭。哦，啊，所以我没有名字，叫无名小卒。哦，是真的？你讲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很少，应该不会这个。很少三个字都是姓氏啊。对对对。这个呢，他叫霞辉哦，哦，比较好像传统一点，比较思念祖先呐。啊，所以叫彭李林的摸唔掉嘛。啊，恁家咩啦吼？我家干那纯黑呢。种啊，干那你是纯生呢，对不对？我纯生呢。哦，你对我只这是西巴酒发白白，头一摆看到一摆看哈。哇，你好，哎，乡亲大家问候一下哈。所有今天参加我们中医大结合的所有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不是啊，不是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午安呐，哈。也不是大结合啊，大结合。没关系，名字念错，但是不能白天晚上搞就清楚了。啊，关什么？你有可能紧张了，不要紧哈，帮我紧张啊。阿丽，我真正欢迎你来哈。谢谢，谢谢。有什么东西要送给我们乡亲啊？对，这个是由哈我们本里，这可以说是软花生糖的原始。龙潭的花生糖很有名，很有名。啊，就是在我礼上啊，这个是红龙花生糖董事长是温匡吉先生，他今天有事不客前来，所以由我来代替。他不客前来没关系，他的钱有没有客前来呢？没有客钱，钱没问题，钱有钱来，那就来了，那没问题。人不客前来没关系，钱要客前来哈。这么好吃的花生糖是要送给我们的乡亲呐，乡亲不粘牙的小朋友，对，不粘牙的，是因为我以前亲戚就住龙潭，常常吃这个，好吃啊，那上面有一层薄膜的哈，那打开给大家看。哎呦，太满了，太满了，金玉满堂啊，步步高升啊，啊，有好事要花生啊，有很多这个口味啦，很多口味，对对对，有黑芝麻的，茶香的，芝麻的，还有素食的，对对对对，好，这观众朋友该上网了哈，来，安吃 C 啦哈，哎，李长还有什么话要讲吗？我们还有一个很。跟我很要好的里长是张清才先生在那边啊，张里长挥挥手吧，什么挥挥手哎，对啊，没关系，他跑那么远怕他加码吗还是怎么样？那你应该有不怕加码吗？对对对对，今天呢那个对手很强啊，八强赛有四位对手就是参加卡巴里的，卡巴里的就是抓小鹰抓小鸡很厉害，他们要是分两排的，那很会抓哎，那是前一阵子我看国际性比赛电视有转播，才回到老鹰抓小鸡，他们就是。有曾经参加过的，哇！来欢迎他们，欢迎，欢迎！来，你们是什么学校？玄奘大学，玄奘大学，玄奘大学。对呀，你们参加卡巴迪？对，参加卡巴迪。有国际性比赛？有。你们第几名？第一名。好。全国第一，全国第一名，国际就没有了哈。国际的还没，国际目前还没。可是我看到都是什么印度啊，那些什么。印度的话，它现在是在开发，那我们再推广进来。是，那还有哪些国家比较强？现在的话，泰国、日本。泰国、日本，对对对。哦，所以他们是专业的哦。真的哦，自己也没有。会抓。对，但是这个跟老鹰抓小鸡其实有一点相同啦。对，类似，比较类似。对，它比较类似橄榄球啊，但是没有球的感觉，身体碰撞接近。对，可是你们比较吃香哦，我们没练过啊。对呀，没有。敏捷。这是靠敏捷。敏捷度啊！你们练卡巴迪不是？你们敏捷度要高啊！不会啊，不会啊！啊，耗子也很厉害。耗子。还没那么大脾气，已经三年了，所以他脾气很大了。对，那你叫贵姓？我姓庄，庄啊，我是庄，姓庄嘛，整笑而已。好，知道了。来来，谢谢后队，你也是吗？玄奘大学吗？不是，你不是练卡巴迪的？不是啊，不是。这个八强赛是最后第一名的有六千块奖金呢。你是练什么？我做生意。做生意？做什么生意？木鱼桶。啊，木鱼桶。木桶啊，我知道用木桶。对。
一般人都喜欢买木桶，说买木桶回去泡，跟一般家里泡有什么不同？有时候有一些人家里他没有浴缸，他可能就会买一个那种木桶回家，冬天的时候泡。卖木桶的，来你呢？我是卖马桶，我是林同学，林同学，我是卡巴迪，现在现任队长。最具冠军相的啦，啊，那今天这种比赛很不公平，他们专练这个的。啊，你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就是兴趣是马拉松跟三铁三。哦，那有机会。三铁必修。你的三铁的距离跟大家讲一下。哦，113就是我们那个侯怡君今年参加那个。113哦。对。你跑42。哎，没21，21那半马了。骑脚踏车骑，然后骑脚踏车90K，90公里，对，脚踏车90公里，跟国宾应该是一样的。游泳是1.9公里，你也做110几啊？哦，下一次，哦，那下他可能明年了。你现在完成是多少？现在是515，标准11.5，标准。哇，你越来越进步呢。对，明年就可以，我明年一起参加。哦，奇怪，郭宗佑都没想要去跑三铁啊。因为我不太喜欢游泳。哦，游泳要一定会啦。哦，好，那我明年揪团哈。好了，好，好，那我们要派出谁来应战呢？郭宗佑。马国碧，翔哥，对，三个了吧？还有，哎，董哥，好，不能下去啊！您推荐谁？只剩红毛，只剩红毛啊！我看了没有别人，八强了，一对一了哈。八位最后有冠军跟亚军，冠军6000块交给李长，亚军3000块交给我们。好的，来请就位。一。我们有攻的很清楚，他攻，你守就守，我不要再强讲。待会你攻，你就换过来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有一号线绳，赵牧师，二号线绳，来中间的线绳是我们工作人员。是的，攻的人可以踩出去线外，守的人不能飞出去线外。对，我攻的，我喜欢攻这样跑，我也没关系，但是守的人不能往外跑。好，好来，预备，一号。死了！没有，有吗？有吗？还没摸到，还摸到了。好，哇，因为这个桌子那么小，其实要抓到一两秒，不要高兴啊，可能有0.几秒就秒杀掉。几秒？3秒12。3秒12，很长啦，很长啦，对不对？来，请休息一下。好。3秒12。第二组。哇，队长！队长来了。郭宗佑。来握手一下。我已经讲很清楚了啊，不管你卡巴迪什么规则，你就按照我们规则就好。来，预备，预备，加油，不够重要。比赛开始，快快，我躲了干嘛？躲了干嘛？哎呀，他手掌太长了。哇，对，可以了，他其实可以攻，你可以往外围跑，但待会攻他也是可以这样攻。好，啊，很快，很快被抓到。108。你等一下，那个谁，108也不是最对不对？最极限，你还可以抓他反过来啊。108，有点难哎。你曾经最快的是几秒？0.72。对，听到了没有？0.72秒。一惊哎，一惊啊！来，来后退。好，来，谢谢。现在还没有谁输赢了啊，先抓了。5号、6号。来，请记住啊，不要飞出踩线，可以不要踩到外面去了哈。哎，你们看好是红毛哎。不是，这个做木桶的应该预备。好，做木桶来抓红毛。哎呦，那是刚刚一个直杀。哎呀。没有，第一次没摸到。第二次碰到。你要听我们哨音是第二次哈，第二次多少？2秒32。2.32，好，2.32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现在是7、8，7号、8号。好，怒气满满，不要这样了，加油！这每一组相差都很细微耶。对，当然是一两秒的问题，所以3秒多算久了。浩子不要跑外面了。弟弟，刚误导弟弟。翔哥不要跑到外面去啊！预备，你的愤怒，加油！比赛中表现出来，耗子。好了，进来。好了，阿翔完全把他的愤怒表现在闪躲上。对，没办法，他刹车踩错边啊。对啊，他那个一个左右一晃，我就被摸到了。厉害，比不输队长，来多少？0.69。你马上打破刚刚郭宗佑说的0.72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反抓他了。这没看过你这么快哎。对啊。KO 了。没有，他是不是拆桌边了？哎呀，他击过去被拆桌边，来，回去。糟糕了，现在攻守要反过来了。第一组，第二组，现在变第二组攻第一组。第一组要守，刚刚一号攻二号是3秒。3、12，所以你要递过，你要递过他。好，来进入最后的4强哦，来一位。加油！加油！三铁对三铁。比赛开始了，T哥来了。
不是三秒多算久的，你知道吗？三秒多的，来，请道歉。所以抓到多少？1秒41。二号获胜，现在一号淘汰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是三号、四号。哦，三号、四号，活动要抓队长。刚刚抓他是多少？1秒08。108，你只有一秒的时间，如果没抓到就输了。好，加油！对，我马加油，我这么加油。来看看卡巴尼队长怎么闪躲，没有中，摸到了，哇，超过了，超过了，超过了，停顿一个就超过了啦。来，多久？2秒11。三号队长获胜。卡巴尼队长果然是谁？波中又被淘汰了，来，请后面，3、5、6。然后我们的波中又被淘汰了。刚刚五抓六是。2.32，很长哦，所以你抓到应该可以啊。红包加油！他是锁，预备。走！红毛反过来，反过来，摸到了！好，来几秒？1.17。117啊，来恭喜获胜！谢谢，来最后一组，7号、8号。好。来，复仇记，恭喜获胜！谢谢，让他，让他至少，至少要让他，对不对？要过程啊，0.67，搞不好他一开始也猜对啦。啊，真的吗？过程嘛，就0.04就好了。没没没，你先问他要跑哪一边。不要赢他太多啊，赢他1点就好了。好啊，同学你要加油啦！我就讲明了，我从右边先跑，对，好不好？从左边跑。好。不要再叫了！还没，安江加油！最后一张票了啊！老鹰捉小鸡。也快了，那也快，很快了，已经很快了。只是刚刚被秒杀比较快。对，刚刚真的是被秒杀比较快。188，188不错，握手一下，来来来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阿翔来，2、3、6、7晋级四强，六号2、3、6、7来，你们两位，2对3、6对7啊，这样就是已经知道最后一次你一定是你们进入冠亚军，不一定的，差不多了，2、3、6、7不一定，结果是卡巴里在我们这边自己打自己这样，冠军赛的时候，有可能哦，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来2对3来，比哥对上卡巴里的队长。看到了，攻守哈，很清楚。比哥先攻，比哥先攻哦，加油！最后这一关过了，一定有3000块的嘛？对，冠亚军啊，来这个，加油，比哥！听我的 game， 马无病。比赛开始，比哥抓这个队长没有抓到，没有抓到彩线，队长彩线，来已经飞出去了，来几秒？3秒23。3、23，很长的呢，他闪，他很慢哈。对，但是他因为要闪，他就出现了，看到吗？对，好。3、2、3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最后一组。好，6对7，6抓7啊。好，红毛。红毛守住，红毛抓同学。红毛的，那是什么一招？厉害！等一下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低笑，你低笑呀。准备。我泰拳的习惯动作。开始了，红毛，猛。很快。这球呢？很难测，有方向，很难测。几秒？1秒97。1.97，快到2秒了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同一个方向直接追就好了。现在反过来了，反抓了，3抓2，来三。为什么度秒如年呢？真的，那抓他抓他是3秒多。对，那现在3秒你要怎么熬过去啊？难讲，我现在我已经3年多没被抓到过了。喂，你在说哪一方面？那我是说，这个队长如果3秒没抓到你，他也不用当队长。来一位，现在你抓到了啊。他现在是最会跑的 B 哥。开始了。他完全完全，对对，不能越过桌子，不要直接穿桌，你就干脆跳上桌子对面好了。好恐怖哦！类似，我刚刚用桌眼，桌眼不要这样飞过去啊！预备，脚上面啊，对呀。比赛开始，队长来抓到了，队长来抓到了，一个左右不对，抽筋，抽筋，很明显，抽筋，抽筋，抽筋，大家不要动，帮拉一下，抽筋，拉一下，会的人来弄一下，对对对。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要压嘴巴呢？按人中，为什么要按人中？他那个筋会开。不要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这个又是。
什么？是真的吗？我自己要的。按人中是真的，可以啊。现在他的大左腿的后肌肉，大腿内侧。再凹一点，再凹一点。哎，为什么他会突然抽筋？他不是来运动的。抽这个太激烈，太及时的，突然急一个左右的不行，因为他瞬间的方向被抓到了，被抓到他想要往反方向冲，对，反正一冲可能就对 ，OK 啊。你刚刚太速度太快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个反应不及啦。不是，因为我第一个反应，我想要往这边躲，就是要猜他的方向嘛。我往这边一看到他，往这边我就来不及，来不及了，就来不及。吓到他反应超快，超快，超快。他其实第一个方向是给你反的哦，他是反的，棒棒，他是棒棒，他是换方向，临时换方向。他是急刹急，所以他急刹急停很快啊。对啊，我是被他吓到了，速度好快。哇，卡巴姐好厉害哦。我们要听秒数吗？多少？0.91。哇，也是不到一秒哎，就被杀掉了。恭喜你获胜。队长一定会进步的啦。对呀，接下来组赛，刚刚你攻他是啊，197两秒哎，好久。现在他攻你啦。对，哎对，好，我要跑嘛哦。你要跑哦，手跑起来啊。我们要守住啊。两秒哦。对哦，放心，我没有。两秒。阿莫哎，加油啊！好啊。不要对话啦。秀掉。开机啊！摸掉，掉掉。有拼哦。有拼哦，一秒多了，一秒多了，好近啊！197太久了，刚刚再多跑一步就好了。哎，有可能198，我再踩15多吧，差不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手比较长，我想说多拖长一点，0.1秒，我抓到0.1秒，差一点点，是不是看到？他是一秒五，一秒六，他是197，我觉得他是16几。嗯，大家秒数到1.77。差不多，差一点，差零点二，多跑一步就好了。这个七八，我这个是我看到比较能够接近实力的那，其他都很悬殊啊。真的啊，哇，果然两位卡巴迪的同学来握手一下了。哇，等一下来两位，你有跟队长玩过吗？没有。你又怕他吗？你说打卡巴迪吗？对，卡巴迪的时候有。哦，不会怕他。你们在对战的排练过程一定有敌方跟友方嘛？有跟他对战过吗？有，对战很多次。你就会怕他吗？还好，他为什么为队长是比较凶吗？没有啊，因为他是学弟啊，对啊，学弟还当队长，这什么一届传一届这样下去哦。所以他不是实力，是靠传的。他实力也是有的，因为他学弟靠传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么多学弟为什么选他呢？因为他们那届只有他一个。没有别人啊，这边我澄清。你说，我虽然是。这届只有我一个人，可是我大一就在这样先发的位置。大一就站先发，大一就先发了。因为不站先发不行，大四就毕业了啊。这要快点，实力超群。实力超群吗？所以这是学长，也不会因为学长而尊敬他。一般来说会尊敬，可是在比赛场上的时候没有分学长学弟。对，哦，对，上战场不分父子的。对了对了，现在是冠军亚军是3号7号两。你们起码都有3000块奖金。对，赢的有6000块是 double 的哦。你现在大二。我大三了，你大四，好，刚毕业，毕业了，好，这是君子之争的哈，对，不能有所怨恨的哈。OK， 来，请就位，那就7号先攻，我们队长先守。已经想好了，预备，7号攻3号守，赢的有6000了，预备。老鹰抓小鸡，学长来抓队长，来抓队长。都很凶的，那能凶多久了？对呀，这按秒都来不及啊！对你仁慈就是103，对啊，103，103，哇，这个胜负很难讲啊！没什么机会了，只要在不在一秒以内的都很难。对，这个就是瞬间呐，0.80。他们等一下只要有一方猜错了，大概就赢了。对，对不对？一方只要猜错，一个来回就输掉了，一秒多而已。他们第一个猜，第一个靠反应。来，现在变你1秒03。来103，来这个拿下，看谁6000，手兑换，来先换一下。好，是现在刚刚是1秒03，现在反过来你抓他了。谁是6000，谁是3000？一个学弟，一个学长，预备。好，来一个总决赛啊！队长抓学弟，没抓到，没抓到，过去了，没有抓到，那就过去了。闪过一次就赢了，闪过一次就赢了。来，几秒？我猜猜看哈。1秒03。1秒8，1秒8，已经超过1秒5了。嗯，好，那就1秒，1秒8，差不多了。1秒5，你猜1秒5？1秒8，
我一秒五以内来多少？1秒88啊？这样就1秒88，这样就1秒88了。是获胜者是7号，全场获胜。来，我们来颁奖，我们先来，我们先在3号请到这个3000块，就是我们的制作单位的3000块亚军奖，谢谢，恭喜你，队长厉害，都是你们赢了，谢谢大家。你们的反应速度都很快，平常有练吗？有。练哪些基本动作？基本动作就跑山、跑体能、重量。反应呢？反应怎么练？反应就是靠折返跑，然后还有我们场上训练，然后要很快的反应。来，3000块奖金，谢谢。恭喜！谢谢大家。来，好，来，我们的冠军学长，学长，学长呢？发了发了，来，立定，你要立一个，签过我一个哈，谢谢。握手，谢谢，谢谢。彭里长啊，谢谢里长。我年轻人真的很厉害了，爆发力很强。是，哎，我们继续送幸福。今天的龙潭呢，要介绍一个客家的文化哦，叫做泉水空啊，哈。什么叫泉水空？它就是火巴雪山嘛。什么火巴雪山？一般的现在就是河边洗衣服那个文化。河巴雪山，河边洗衣服。很多人在那边洗衣服，可以聊聊天呐，串门子。可是现在这个年代还有？有，还是有人洗，这是客家的文化勤俭。你看我洗出泡沫，你看啊，不是？对，打火啊！哇，阿妈想叫洗头呀！故意在那里的。啊，你好。你都在看人啦，那是看我呐。好了，阿公，这看我啦。阿妈给你几岁啊？八十七了。哇，你也来这？你也来这看人身上？我阿公日本来的，日本来看。啊，日本人来，看你们来看日啊，日本来看的啦。哦，你看这少年喜欢的身上哦。有啦。对啦，我来看来帅啦。这个就是河边的，他是今天呢，因为我们要来，对，他来这边看，结果他一直看那就没看到我们，回头看到我们的。啊，安志先了啊，谢谢你啊。那客家人称洞为空，是一孔两孔，就一个洞两个洞。哦，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哦，不是，那是灯。空啊，泉水空，至今仍保存的露天的洗衣文化，所以妈妈还要洗啊。嗯，就是他们觉得在那边聊聊天不错，他等我们很久，我们现在去看一下。好，来。向各位报告，他们不是今天，因为我们在那边洗衣服，他们平常在那边洗，对不对？一直都在这边，而且应该比现在人还多，对不对？还多，早上一批，晚上一批哦。哎呦，早上一批，晚上一批。11点都还会有人来洗。11点还有洗，有啊，午夜场、宵夜场的衣服，全家都带来洗。真的啊！我跟你讲，12点到1点到2点到3点到4点都这样子啊？对啊，客家人可以洗衣服洗24小时啊！哇，你们太厉害了吧？你们家里都没有洗衣机吗？有。那你为什么不用洗衣机？你这样蹲着洗，腰不会痛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手长久也会那个吗？这边洗哈，省水哦，省电哦，洗的又干净，比较省啊。不是，怎么会干净呢？你的肥皂水都流到这个池子啊？流动的啊？它有流动？有啊，水流动的。这个是冬暖夏凉呢。哦。温的水，大家来洗衣服，夏天凉的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件事啊，你们家里都有洗衣机，那洗衣机买来干什么？买水啊，买脱水哦。最主要是他们在这边洗衣服啊，可以呢聊聊天，跟好朋友见面，精神什么都很好。三姑六婆。那你们来这边都是女生在洗，有男生来洗吗？有啊，有。不是吗？真的。你不是啊？你来凑热闹，你来凑热闹的吧？你其实你当你来啊？每天来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他每天真的来。幸好男人啊，幸好男人。真的。那你先生不管你啊？他没有空啊。他没有空，没有空。你跟你先生怎么认识的？在那边洗衣服认识的。真的假的？怎么有洗衣服还可以相亲啊？怎么有这种事？真的要改？真的哦。真的哦。他说真的。没有啦，他是帮妈妈。提衣服来，因为妈妈提不动。哦，所以你看他很孝顺。所以洗很多衣服，我洗好了，他以后丢给我帮。啊，认字的时候啊。对。哎呦，他是真的找到先生了。哦，是这样，蛮有趣的耶。他觉得他先生很孝顺，陪妈妈的，虽然衣服给他洗，但是他觉得可爱啊。嗯，对。哎，用打的耶。好传统的方式哎。妈妈永远辛苦了，你看，要照顾公婆、小孩，帮先生呢，全家要洗衣服，回去还煮饭，早上还准备便当。妈妈真伟大，好累好累哦。来，谢谢妈妈啦，好辛苦你们了，真伟大嘞。
竟然还有这种婆婆妈妈洗衣聊天的悠闲喝色宅，这么传统的地方真的越来越少见了呢。接下来要玩个跟衣服有关的游戏，但是先来看个搞笑喜剧吧。哎，客人来，客人，这个东西蛮多的。欢迎欢迎，哎呀，先生，哎，你好，逛街，哎呀，哎，这套是今年流行的，啊，我先介绍，这黄色非常好看，这是当年李小龙啊，对，这经典之作，绝版的。哎，我觉得你穿起来应该还不错，蛮好看的。等一下，他是您先生，老公，好，你好，不错哎，老少配啊哈，美人哪有老少配？我是老少配，什么老少配？哎，你比较不错。同学，哎，你们试看看这件还不错啊。这个是新款的，这是泰国买进来的。是，你要不要脱下来给你看？裤子要不脱下来？没关系，我们有空再看看。这一件不错哦。哎呦，这件你们慢慢看，好看。哎呦，哪一件？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你们好。老板你好。是，这是你弟弟啊？谁？这是我未婚夫啊。啊？我是他以后的老公，什么弟弟？是是。你没有看到我们牵手牵成这个样子吗？对呀。是，哎呦！哎，小江，你好帅啊！你看这个，你这么漂亮，找个比你矮的。哎，长得奇怪了，我们这高矮本来就不是问题嘛。我们是很恩爱的，你没有看到我们牵手牵成这个样子吗？你要穿哪一件？这件适合你，橘色的，要不要试看？老板，我脱下来给你看。不要，我喜欢连身的。老板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觉得有我的 size 吗？我还是试穿一下。这连身只就这么一件，你们真的好眼光啊！是吗？真的，这本来卖13000的，现在打折的699啊。啊，真的，一万九九，打几折啊？6999。对，你们听错了，对折了，对折了。帮我拿一下，我试穿一下。我觉得我们老公穿很好看。不是你们两个都要，我怎么只剩下一件呢？这个不会觉得太浪了吗？哎，你们穿这个会不会整个拖？你穿起来像水水袖。你为什么不选这两件？这两件还有吗？哎，这老板，我要的就是连身的。我老婆希望我穿帅气的，连身好像会打功夫这样。你穿这套荷包蛋配色最好看了。荷包蛋在讲什么？对，我很喜欢我穿这个。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那里面还有东西，你先逛一下，好吧？再研究。B B 啊，我们还有货吗？我们只剩一件，只剩这一件。那你看他们黄色为什么不选呢？这奇怪了。哎，难怪以前没看过。哎呦，欢迎光临。哎呦，这么孝顺，带爸爸。嗯，什么带他爸爸？啊，是我老公。太太。啊，对不起。哎，怎么这现在人都年龄很难分啊？奇怪啊。哎呦，我就介绍不错啊。没什么。怎么大穿一定很显瘦？哎，你要干嘛？穿了一个。对。肌肉那个线条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试着穿这件，快点脱下来吧。不，这件穿了。我是李小龙迷啊。等一下，您这个身材穿的会不会像小小兵啊？像小小兵啊。我都叫我老婆范冰冰了，我怎么小小兵？我们是量身定做的耶。你要不要先试这一件啊？多少钱？这个你买不起啊，699，6999。便宜好吧？包起来。我衣服有低过什么7万8万的吗？没有吧。好几万起跳，他的衣服。不，你不是适合穿哎，那个。好看，好看。因为我穿这边都不会太窄。对，而且你都不能穿嘛，你穿这个就没有那么大的腰。像他说，哎，你的脚根本就不到人家膝盖，你硬要穿，哎，你算了，那你要不要那个黄色？黄色啊，黄色有一件啊。我们的新款哦。新款了，不错啊。老板，我说一句公道话，你不要每一组情侣来都叫我们买黄色，好不好？要是我们三个人决定要买怎么办？对啊。不是啊，我不会卖给你啊，因为破坏我们品牌啊。对啊。你怎么穿？你土豪都一样的，衣服要适合人穿嘛。你看这边，我不会在人家家店弄。你不要来就算了，我跨栏博店你这身材出来逛街，你来的啊？老板，老板，我们吃饭，我们没卖那么胖的衣服，我们就是鱼翅，鱼翅，再吃嘛，胖死你。奇怪，还这么客人，你要穿我们衣服吗？穿破掉。哎，老板，你们决定怎么样嘛？你们很烦的，你到底怎么？我们家小翔长这么帅，但是我们家 B B 决定这一套了，是决定了。我们决定要买。你叫 B B， 他叫 B B， 那你叫什么？香香。啊！看你摆李小龙的姿势，快点，你看小翔好帅。对他，对他好像比较适，哎，哪里适合？我们哪里适合？哎呦，伤脑筋了。哎，这，啊，这，不这样，我们只剩这一件了。那什么？我们先来。我们先看到，你先来怎么样？没有付钱哦，没有，我们付钱哦。不要找，我们就剩这一件了。嗯，算这卖鱼有缘人啊，啊，我们就折个价，就6000了，6999去掉。OK，但是你们两个都想要这样，你们夫妻合作好了。夫妻合作怎么样嘛？
哎，你们模特不要做好不好？不是我脚酸嘛，你们聊那么久。做模特嘛，我模特买回来就这一斤，只剩这一尊的了。你要做坏掉还得了啊？啊，那你说那现在怎么办？这样你们两个两个夫妻共同同心协力，把他身上衣服脱下来穿到他身上。啊，把他衣服秒速短的这件衣服就6000卖给你们了。哎呀。好不好？哦，这样就是你们变得公平啊！你们先来了哈，来，脱到他的身上啊！哎，预备，这件衣服只剩这一件了啊！因为，时间了，哇！你这太太哦，太太不要做家事啊，你衣服都不会翻，比较好事来做。你先把我们弄回来嘛，他这还没好，你洗掉都没有。找不到，穿起来，穿起来。哎，行不行啊？像你到底有没有对准啊？我穿都不穿，你来。这什么姿势？这穿的是什么姿势？要不要抬高一点啊？快啊，快啊！这件衣服就这一件啊，看谁秒速短啊，想要拿的用心一点，6000块。这个模特核心举止不错哎。只有一尊呢，你都弄坏了泰国的模特，只有一尊呢，这是仿照泰国。不行啊，赶快把他拉住了。小心，小心！拉链没看准，拉链拉链准，对啊。对，不要你浪费太多时间，浪费太多时间的啦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刚刚一分下去，我们就知道衣服一定是你们的，对，这是衣服。应该可以买到这件。太棒了，这一件应该是我们的。他刚刚一分下去，我们就发现他穿白了。好累啊！对，拉起来了，姐姐。小心！怎么办？帮忙拉！快点呐！快点！你们要拉多久？到底是穿的人类还是模特的人类？你这个你要不要买给你先生啊？这么不用心。哎，那因为你不要跟校长好不好？快，他是手穿进去。你在干嘛？快点呀！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左手。后面，后面。你他先生好累哦。先生好辛苦。他先生为了这件衣服的费尽苦思啊。看起来老公比较想要。有，老公真的想要这件。你不要拉破了哎，这一件我要买的，没有拉破哦。好了好，啊，这个很简单嘛，从这个模特穿到这个身上模特，总共花了几秒？170秒。怎么可能那么短？170秒，300多秒了吧？老板不好意思，你那个模特脚被我们弄到开了。刚没那么开。是这样吗？啊，没有关系，这螺丝锁好就好了。螺丝锁的。螺丝锁。好，170几秒。178秒，那接下来该你们了。那你可以帮我先把它穿过去吗？我们请 Vivi 来了，好了。啊，这位先生努力178秒啊，178秒赢的这件衣服就是您的，恭喜您啊！谢谢，我知道了，来，加油哈！我们要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你看。干嘛？人家家里是关你屁事啊！关你屁事！你们家有你老婆吗？管一下，奇怪，为什么是见不得别人？一杯，好来，拉了，哇，这真的好像真的是模特。小心我们的模特啊！过手了，过手，手要把它弄出来。哇，你看他们在边上的时候就已经先边上了，速度很快。等一下。
急，不要急哦，你们圣剑在握，圣剑在握。拉力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撑破了！好好好，好来来来来来，准备拉拉链，来来来来，在拉拉链之前，头发要弄一下弄一下，来，我们迎接胜利，好不好？我们快一点！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这件穿得很完整，帮模特也不会弄坏，没有坏，没有坏。是啊，你看了我，对，他没有坏，模特没坏，脑袋坏。没有没有，模特没有坏。几秒？几秒？99秒。耶！一切命中注定啊！对，你要说去尾数哦。对，去尾数6000块钱，6000块就买个，你们买不到，每个下场，明年到的时候我再给你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就留个电话。恭喜你6000块了啊 ！OK OK OK， 那我们去结账好不好？我们结账，对，去结账。卖了，今天那个奖品跟出来，今天受伤了啊，厉害！啊，买不到，说你们有限量版，请问是好还是坏？你们这套买多少钱啊？4999。啊，499。听他的人乱讲啊！哎，老板，我们两边弄的要死，你花6000块，你那间买好，这太过分了吧？他是因为买不到嫉妒才这样讲的。什么买不到嫉妒？讲的还算好的，怎么可能是保温杯呢？那什么比赛？看我们这里比来比去，弹性多好！你看你们说什么？能看到我们弄到脚开开？那不然这样好了，我这样6000块，一句话，模特也送给你。谁要模特啊？模特我要怎么运呢？我才不要嘞！不行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要送我4999，而且要送我2个保温杯。对啊，我们已经刷卡不能了。老板不要了！你知道你要干什么有压力？你就花呗一个计划吗？你会花呗啊？你会？我花呗啊！你给我搞砸的你啊！我不要！哇哇！我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演最好的，好，演最好的。大家都很辛苦，有礼物送给大家了啊！来来来来，欢迎来来。哦，你好你好。哇，这是。大家好。哎，是我们自己栽种的红球姜。红球姜。红球姜做出来的手工肥皂。手工肥皂就对了。姜做出来的。红球姜，南疆的。红球姜。哎，这样洗下去会不会很辣？对，不会辣，不会。不会辣，为什么颜色有不一样啊？最上面一个是红球姜，中间的是甜杏仁，还有鱼腥草。哦，有不同材料就对了啦。这是妈妈的手工做的肥皂，哇，棒哦！这3罐会卖多少钱？1盒700块。700块，这个要准备很多送给观众朋友了。好，谢谢妈妈们送给大家。观众们有福了啊！这么好玩的游戏，怎么可以只有自己玩呢？马上找观众朋友一起来脱衣服。我是说一起来玩幸福，一起来。那两位妈妈要共同同心协力啊！这是我们模特身上穿的衣服。哎呦，模特都站好了，想办法把她的衣服脱下来之后穿在身上。嗯，看几秒，穿完就上几秒。从少英开始就要脱到穿。穿在谁身上？你或你啊？你两个透露啦。哎呀，看要上面两个穿这衫啊！你唔当一个穿衫，一个穿裤咧。我啊，一个啦。对啊，哦，你两个倒上，刚刚要把它扛下来，怎么弄都可以。哎，那我们就派咪咪跟杜鑫。咪咪跟杜鑫。你们俩一组。好。哎，就是当模特，把衣服身上弄下来，谁穿讲好啊？决定好了没有？预备。好。幸福一起来。开始啦！开始啦！我们的模特是不会动的啊。僵硬一点，僵硬一点。我先要把他的衣服给把他的衣服也脱了，脱掉了啊！我现在先脱手了，哇，已经过头了，过头了。好了，模特的脸出不来了。模特啊，辛苦模特。模特很专业，都没有在动啊。正好正好正好二正好二。手好了。好，现在可以开门了。开了开了。翻起来翻起来。五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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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二五二。
条哇，穿到水水水啊呢。哎，这模特身上哎，好难演哈。而且他刚刚过头的时候，想把我手掰断。对，我很怕你们，我演模特一脱把裤子脱掉了。哎，真的，你在模特里面如果只是只那一件有没有？说他们没有货的，就是模特身上，那就得就必须要脱。可是，一般手可以拆下来啊。手啊，身体都可以拆的。对啊，但是这连着的，所以呢，穿脱也不容易啊。但是妈妈还是平常有训练的。来几秒？42秒。42秒。没办法，同样的姿势啊，同样的动作，你们能不能低过42秒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就位。好，刚刚是42秒嘛，就看你们能不能低过他。预备，加，谁穿啊？你给杜鑫年，杜鑫年穿。幸福一起来。好，脱衣服了。加快，就是这一件衣服，不要把它过手了。好，硬一点，摸硬一点，摸的硬一点，硬一点。这人也很敬业啊。对呀，而且他是完全就是放给他了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他是不能出力的，不能出力，抓不动。詹姆斯从那扎的很优秀，泼水眼睛都不会扎。真的，他演假人一流的。真的，真的演得好。来来来，那个妈妈来来来来来，哇，欢迎贵宾，巧贵洗脚立热，几秒？61秒。立言了，立言了。来来，有2000块。男生组要登场了，男生组吗？男生组的有没有男生报名的？有没有？男生有没有？有。哎呦，两位大哥，这么勇敢来报名啊！泰卡号，泰卡号，你好。你们在当地做什么？自由业。自由业，你呢？铁工。铁工啊，那你要演模特？啊，老公。有这么帅的模特吗？喂，有这么胖的吗？就你演模特了。啊啊，我们男生呢？男生，我真演模特了。要不然演什么？你可以模特啊！这你从你身上扒衣服才难嘛！男生是我们四个选两个嘛！哦，想你觉得你可以吗？我撑不住。对呀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受伤，赶紧脚痛。郭忠跟红毛了，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你们两一组，你们两一组来。现在两位啊，挑战我们的啊，我们两位是红毛加郭忠，红毛郭忠，准备幸福一起来，开始了。我们现在看到模特的姿势跟刚刚不太一样。蛮重的，那模特蛮重的，后面就是三个，你看动没掉啊？变了大哥，你看，你看他看没掉啊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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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衣服又反过来，闪又变面，裤子都好了，衣服还快点，衣服快，加油，好了好了，帮忙拉一下，好 ，OK， 哦，两分，哇，气喘吁吁的，很累，哎，脱个衣服这么累，有模特很重吗？没有，他翻面翻到了，还好，哦，没有199，又没有翻正拿的，对对对，而且不重嘛，很轻，很轻嘛，对，没199，没有，就你啊，80几了，还几秒？73秒，73，哦，73秒，这姿势不好脱啊，他们俩也不好穿，那么瘦，嗯，来，辛苦你了，来把衣服穿起来，好来，73秒，来预备，幸福一起来，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两位模特先过头，我们上，一。
这个模特没有199了啦，扎实，你们应该放千块。最近瘦了，最近瘦了，瘦。来几秒？35秒。30，那个也太快了吧？35秒。对啊，是因为他们找到那个秘诀了，是不是？对他们刚刚第一手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来礼物，来这个是香精防蚊液，谢谢刚讲的，谢谢。今天节目希望安排大家都喜欢，大家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个美丽的星期天。好的，你别忘了下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，锁住名字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